大家好啊，咁啊嚟到2023年5月尾6月头新一集嘅科学新知，嗱咁大家睇到咧，今集呢一个而家嘅呢个展示咧，好似同以往有啲唔同啊，咁啊原因好容易理解，因为咧啱啱呢个礼拜就台长外游啊，咁啊去咗不丹嗰度咧，继续去搜罗节目嘅资料咁样，咁啊但系咧科学新闻咧就继续陆续有来嘅。咁小弟咧，亦都希望趁住呢个机会咧，试下用一啲唔同嘅方法咧，嚟继续去做呢个节目。咁啊，我都系纯粹充实下我自己嗰啲软件、硬件知识。咁亦都再加上啦，啱啱喺呢个礼拜宣布咗之后咧，咁的而且确咧有听众啊，都好踊跃咧，去热烈支持我哋嘅节目啊。咁啊，小弟都答应大家啦，咁继续喺呢个节目嘅软件、硬件上面咧，就多做啲功夫。咁希望咧，即系之后俾到大家咧一个更加即系好睇嘅节目。嗱，咁啊，仲有一样嘢就系咧，上个礼拜五亦都系我哋搞嗰次网聚嘅，咁啊，亦都喺嗰度见到好几十位我哋嘅即系节目听众啦。咁啊，未来咧，我哋就即系如果继续有网聚嘅聚会咧，我哋都会继续宣布，希望咧多啲同大家交流去接触。咁啊，好啦，咁啊，事不宜迟啦，咁啊，等我又讲下咧呢个礼拜嘅几单科学新闻先。咁喺第一节嗰度咧，咁而家你画面上面见到咧，咁其实我哋想咧系讲一个叫关于粒子物理嘅一个新闻。咁喺大约都系喺节目佢出街前嘅一两日度啦。咁喺呢一个嘅欧洲嗰个嘅好出名嘅双嘅粒子加速器嗰度，即系双呢个加速器咧，佢其实个位置就处身喺咧呢一个嘅瑞士同法国啊，喺日内瓦嗰度隔住个边境嗰个界嘅位置嗰度嘅。咁喺呢一个咁样嘅加速器咧，其实喺近年都非常之多关于粒子物理嘅发现。而最近期嚟讲下，其实近得嚟都讲紧十几年噶啦，就喺2012年嘅时候咧，咁佢就系世界上唯一一个，亦都系第一个，暂时嚟讲都系啊，咁就系发现咗叫上帝粒子啊 Higgs boson 嘅一个咁嘅机构。咁当时咧，2012年咧，即系发现到呢一个咁嘅 Higgs boson 上帝粒子，咁当然非常震撼啦。而提出預知喺理論上邊預知到有呢一個咁樣嘅粒子出現嘅 Peter Higgs 教授咧，咁佢都因而咧獲得咗諾貝爾獎，即係由佢嚇，即係喺年輕時候30几歲，足足等咗成50年咧，佢終於等到咧世界上有一個夠強勁嘅儀器咧，係幫我哋揾到呢一個咁嘅上帝粒子發現。咁其實如果你講翻咧，關於呢啲咁樣嘅粒子物理嘅發現咧，好多嘅古仔係好引人入勝嘅。因为咧，每一个嘅粒子发现咧，往往都意味住就系话咧，我哋对于物质世界一啲更加新嘅认识。咁我哋好希望咧，系揾齐晒呢个世界上咧，所有去组成我哋物质世界嘅所有 level blocks 啊，所有嘅积木。咁如果有啲嘢漏咗，我哋自不然咪唔能够解释晒呢个世界上所有嘅现象咯。咁所以咧，当初揾到呢一个咁样嘅上帝粒子咧，其实咧可以就系话咧。令到我哋对于成个物质世界，从嗰个理论嘅层面，点样去了解翻世界上唔同呢啲基本积木有边几粒，佢哋之间有乜嘢相互作用，佢哋如何形成我哋今日世界所见到所有嘅物质现象咧？咁我谂咧，系对呢一个咁嘅发现，对于成套咁嘅理论同埋认识咧，系非常之重要嘅。嗱，咁即系讲咗咁耐啦，喺2012年。去發現呢一個咁嘅即係希格斯玻色子 Higgs boson，到今日嚟講，咁呢一個粒子加速器最仲有做啲咩咧？咁呢個粒子加速器佢唔係淨係為咗呢一個嘅希格斯玻色子呢個咁嘅上帝粒子而設嘅，咁佢中間繼續有好多嘅對撞啦。但係譬如話咧，關於希格斯玻色子呢一個咁樣嘅研究咧，因為世界上淨係得佢呢個仪器可以做得到啊，咁所以咧，其实就系话佢一定会拨时间咧，系对于呢一个咁样嘅我哋称之为上帝粒子嘅希格斯玻色子咧，去继续去产生佢，去了解佢嘅一啲嘅物理嘅特性，睇下呢啲嘅物理特性咧，能唔能够去考验到我哋现有嘅理论，我哋现有理论能唔能够一一准确地解释到呢一个喺实验产生出嚟嗰个希格斯玻色子佢嘅物质行为咧？咁呢一个咧？其实就系希望透过实验嗰度睇下我哋嘅理论能唔能够系完备嘅，能唔能够正伪嘅吓，咁一个好好嘅重要嘅手段。嗱咁啱啱呢几日咧，其实我最大一个发现就系话咧，喺即系呢一个双嘅呢个研究小组，
咁佢做咗好多呢啲關於希格斯波色子累積嘅一啲嘅數據之後咧，咁係佢發表咗一個結果，就係話咧，佢去產生咗之後，佢嗰個衰變嘅行為咧，有一啲部分咧並唔係即係似乎係我哋嘅理論能夠好精確地去解釋嘅喎。嗱，咁呢個結果咧，其實喺成個嗰個粒子物理學嘅呢個業界咧，係會係一個即係好受正視嘅一個結果啦。因為如果佢能夠好準確地解釋咧，咁大家覺得哦，咁好啊，我哋可以繼續滿足於我哋今時今日呢一啲咁樣嘅粒子嘅嗰個理論，我哋叫做嗰個叫粒子物理基本模型啊，那個 standard model 嗰樣嘢。咁但係咧，而家似乎又發覺咧，呢一個嘅希格斯波色子。佢係一定會衰變嘅，因為佢係一啲好重、好難先產生到嘅嘢嚟嘅。咁於是乎，佢好辛苦產生到咧，佢只能夠存在咗一個好短嘅時間。咁喺一個好短嘅時間，佢就會衰變翻佢一啲輕啲嘢，同埋係一啲咧冇咁即係都係唔穩定，但係總算比希格斯波色子穩定好多嘅一啲其他嘅粒子。咁然之後，佢呢啲都係唔係太穩定嘅粒子，繼續就會衰變落去，就會形成一啲咧。我哋見到更加即係穩定同埋輕嘅一啲嘅粒子，有啲會帶電荷，有啲唔帶電荷，而最 cheap 最平放出嘅咧就係放出電磁波射線，就係光子咁嘅樣。咁所以一般嚟講咧，任何即係以我哋嘅理論理解啊，一個希格斯波色子，咁佢最後咧都會係衰變成為光子啦。同埋一啲我哋叫做咧輕子呢啲咁嘅物質，呢啲輕子咁譬如佢只不過係幾類。基本粒子嘅统称，咁譬如我哋认识到嘅电子就系属于轻子呢一个咁嘅家族入边其中一个咧，最轻亦都系最稳定嘅一个成员。咁所以我哋喺大自然界度最容易揾到咁嘅样，甚至乎喺我哋普通嘅一啲物理化学化学分子里边咧，咁你会见到原子入边有原子核，同埋有好多嘅电子喺上面活动咁嘅样。咁呢啲电子咧，咁喺成个基本粒即系基本。粒子物理嘅模型里边咧，咁系一个重要嘅成员咁嘅样。嗱，咁好啦，而家我哋见到就系话咧，由我哋嘅理论预测咧，呢一个希格斯波色子，佢其中一条可行嘅衰变路径，就会变成一个光子，再加上一啲其他即系冇咁稳定、冇咁重嘅一个叫做 set boson 啊。咁呢啲 set boson 咧，咁大家听个名就算啦。你可以理解做就係話咧，我哋日常見到嘅嗰啲好普通嘅帶電粒子嘅相互作用咧，尤其是係牽涉到喺原子核入邊一啲帶電粒子嘅即係帶電嘅原即係積木，佢嘅相互作用咧，好多時就牽涉到呢一啲咁樣嘅即係叫做 set boson 嘅嘢咁詳細嗰啲咧，咁我喺呢度就唔多作解釋啦。咁但係咧，佢由個理論到我哋預測到個機率嘅。因为咧，佢系唔只有一个可以衰变嘅模式嘅，即系你可以理解做佢落楼梯咁样，你中意跳几多，跳3级再落5级，抑或系逐级落，抑或系1次8级跳落嚟。咁其实咧，每一个唔同嘅路径咧，都有一个机率嘅，尤其是对于一啲咁大咁唔稳定嘅粒子咁照计，如果我哋嘅理论系完整嘅话咧，就对于佢每一个即系呢一个希格斯波色子。佢每一个嘅衰变路径，佢嘅机会率，我哋照计都应该可以精确掌握咁而家就计到就系话咧，由希格斯波色子经过 set boson 再加光子嘅呢一个衰变路径咧，照计嘅机率咧，总计嚟讲就系0.15% 左右。咁但系而家似乎咧喺呢一个咁嘅双呢个粒子加速器嘅实验里边咧，佢就计到同呢个数字有一个少少嘅偏离，而佢哋认为呢个偏离咧应该系一个有意义嘅偏离。咁所以会唔会就系话我哋呢一个咁样嘅基本粒子模型嗰度咧，系有少少嘅唔多妥嘅地方需要改进，甚至乎有啲更加有趣嘅意味喺背后咧？咁嗱，咁喺讲呢个之前啦，咁即系可能大家都听得好辛苦，就系话基本粒子物理嘅标准模型，OK？咁其实就而家呢个画面上面咧，你睇到就系、是、其实不外乎就系呢堆嘢有个名叫 Standard Model。喺画面左边同右边咧，其实只不过系呢个同一堆嘅呢啲咁嘅粒子，用唔同嘅方法去分类去呈现俾你睇嘅啫。哦，咁譬如我话咧喺画面上面左手边咁嘅样，蓝色呢堆咧，我哋就叫做咧夸克类质量有翻咁上下质量，亦都会有电荷嘅一啲基本嘅积木。
譬如话啦，中间呢啲叫 U 同 D 咧，砌埋咧，就会形成到我哋嘅一啲质子啊，或者中子啊，呢啲组成我哋基本原子入边嘅一啲嘅积木。即系话咧，呢啲中子质子佢哋唔系最基本嘅，佢哋之下咧仲有一个更加低层次，即系更加基本细粒嘅嘢咧嚟帮我哋组成呢啲中子同质子嘅。咁即系帮我哋去砌成呢啲啊，有翻咁上一份量粒子嘅嗰啲基本积木咧，咁就系呢啲夸克呢啲咁嘅嘢。我哋揾到6种唔同夸克。咁而下边呢度咧，白色呢堆咧，我哋就属于呢一啲叫做咧轻子类家族嘅嘢啦。哦，咁譬如我头先讲嘅电子咪属于其中一个咯。有个就重啲版本嘅电子叫 mu 子，有个再重啲版本叫 tau 子。而每一个嘅呢啲咁样嘅轻子咧，佢都系会带一个负电嘅。佢哋亦都有一个对应嘅中微子版本啊，咁而呢啲中微子同呢啲带电荷嘅呢啲氢子咧，其实就组成成个氢子家族佢嘅成员。咁然后喺侧边咧有一啲我哋叫做啊力嘅传递物咁嘅样吓，咁啊譬如光子系电磁作用力嘅传递物，OK 呢啲 Z 同埋 W boson，咁佢系属于一啲电弱相互作用力嘅呢啲咁嘅力传递子咁样，gluon 就系一啲我哋叫做咧。喺嗰個核子中間啊，一啲叫重子同中子，或者夸克同夸克之間，去點樣去交換佢哋相互作用力咧？我哋就用 gluon 嚟去幫手黐住咁嘅樣。嗱，咁呢啲嘢背後就係、即係如果大家好有興趣啲粒子物理咧，就不妨去了解多啲。咁我哋講到嗰個上帝粒子點解個發現咁重要咧，就係佢係好近期，即係講緊近呢10幾年先至發現到出嚟。但系如果一路发现唔到佢嘅时候咧，我哋唔会有能力好有系统地去解释咧呢啲即系夸克又好，甚至呢啲轻子又好，甚至某一啲部分嘅呢啲咁嘅中介嘅呢啲电嘅负责电即系嗰啲咁嘅电磁作用或者电弱作用嗰啲咁样嘅载荷呢啲咁嘅粒子咧，即系传递力嘅呢啲咁嘅粒子，点解佢哋可以会有质量啊？即系我哋哇！電子嘅質量輕啲，或者呢啲夸克嘅質量又重啲，我哋有冇得解嘅咧？咁原來咧有咗呢個希格斯波色子咧，佢連帶住咧就意味住我哋可以用一個成個叫希格斯場嘅理論咧，嚟幫我哋去合理理解呢一啲咁樣嘅粒子，佢哋嗰個質量點解會呈現到質量呢個特徵？咁我哋就有一個合理嘅理論機制去解釋佢啦。咁所以咧呢個發現係重要嘅。咁亦都系因为咁样样咧，研究呢个希格斯波色子佢嘅衰变特性或者产生嘅特性，同埋佢衰变嘅时候唔同路径嗰个机率能够成功掌握嘅时候咧，就话到俾我哋听，即系呢套理论啊，佢对于成个呢啲咁样嘅啲嘢有质量冇质量，同埋呢个粒子由点样变嚟变去，即系成个物质世界啲嘢点样互换，我哋咧就有一个精确嘅系统去解释啊。咁譬如你可以想象到嘅，你都会谂。点解有啲咁嘅放射性元素佢有啲变衰期长啲，有啲变衰期短啲？哦，就系、是、因为佢入边嘅相互作用力有啲冇咁稳定，有啲稳定啲。咁乜嘢决定咗佢入边嗰个嘅相互作用力点样稳定啲唔稳定啲咧？咁你就走翻去更加基本层次嗰啲咁嘅基本粒子之间嘅相互作用咧，你又去再解释咯。咁所以我就会话咧，你能够去了解，即系哪怕是吓讲紧呢啲咁嘅希格斯波色子，佢嘅衰变机率咧，已经系一个咧好重要，对于我哋对于成个即系粒子物理世界，佢呢啲物质行为嘅即系佢对佢嘅了解咧，系一个好重要嘅资讯嚟。嗱，咁而家咧又即系呢一节佢讲到尾之前咧，亦都要提一提啦。咁关于呢一个 CERN 嘅研究小组，佢对于呢个希格波色子嗰个衰变行为发现到有偏差。咁佢未来仲有啲咩含义嘅话咧？咁其实有个我觉得好值得一提，就系咩咧？可能有朋友啊，佢会好有兴趣谂下一个问题，就喺、是、宇宙学入边咧，乜嘢为之暗物质？或者咁讲就系话，会唔会有一啲嘢咧？其实有啲嘅质，即系宇宙入边存在啲质量咧，就唔系用呢度任何一种粒子嘅形式去呈现出嚟嘅。我哋认为而家我哋已经认识足够丰富啦，呢啲嘢去即系左拼右凑，砌下就令到我哋即系砌到我哋所有嘅宇宙万物噶啦，啊，包括我哋生命形成，我哋生命即系呢啲咁嘅身体上面嘅分子同埋粒子，哦，形成星系嘅，形成我哋嘅发光嘅太阳嘅，其实都不外乎系由呢啲嘢去堆砌而成嘅啫。咁但系如果你话俾我听有一啲叫暗物质嘅嘢，哦，咁暗物质嘅会唔会都系由呢堆砌而成咧？而家照計就知唔係，
因为我哋做咗好多呢啲，用咗啲即系做咗好多粒子物理实验，都系同呢堆咁嘅积木有关。但系我哋发觉砌唔到啲，即系砌到啲新嘢，都系我哋可以理解到噶啦。但系如果系讲紧宇宙入边有啲我哋未知嘅物质，佢未必好即系参与呢同呢啲粒子有好积极嘅相互作用。咁但系如果佢有存在，只不过我哋未发现到嘅时候咧，咁其实咧会唔会就系因为我哋呢个基本粒子物理模型有啲嘢认识得唔足够咧？有啲嘢系喺我哋嗰个加速器入边产生咗，都唔知道就系我哋数漏咗嘢咧。咁喺呢一度咧，就我又可以睇到咧，呢一啲即系喺日内瓦呢一个咁样嘅粒子加速器呢个装置，佢唔系净系纯粹为咗帮我哋发现我哋呢个世界有咩基本积木嘅，因为我哋多发现到有新嘅基本积木嘅时候咧，甚至乎可以帮我哋了解到喺宇宙发生嘅事。一个好基本嘅问题就系话，我哋认为即系我哋而家好流行假设咗宇宙入边系有暗物质，呢暗物质本质系咩嘢嚟嘅咧？会唔会就可以由我哋啲粒子加速器嗰度发现到出嚟咧？会唔会喺今次呢个希格斯波式子佢嘅衰变行为上边，我哋见到同我哋嘅理论似乎有个偏差？呢、这个偏差即系大家甚至乎会幻想。会唔会系意味住有一啲我哋未知道新嘅基本粒子，我哋未发现到咧？如果系咁嘅时候，呢样嘢会唔会其实最后就喺宇宙度好多就系成为解释到暗物质嘅其中一员，即系一样嘢咧？咁我会觉得咧，即系任何呢一种咁嘅即系粒子研究吓，当你系同你嘅理论有偏差嘅时候咧，点解会有一个好消息嘅原因？我哋好期待就系话咧，当有咗呢啲咁样嘅发现之后咧，就帮我哋去了解到咧。诶，原来喺另外一个范畴入边咧，就可以帮我哋去解释到一啲新嘅嘢。嗱，咁我哋其实就算几个礼拜前咧，我哋都提过嘅，关于呢一个宇宙间嘅嗰啲咁嘅暗物质，究竟可以系乜咧？佢会唔会系一堆比起呢一个咁样嘅基本粒子物理嘅标准模型，比起呢度入边所有成员都系要重嘅嘢，重到个地步，我哋嗰个日内瓦加速器未有能量去发现到，去产生到。会唔会系咁咧？或者调翻转，会唔会就系佢都系比即系呢度所有嘢都要轻？佢又唔系零，但系好轻好轻，轻到我哋今时今日呢个好多嘅仪器都仲未有足够嘅灵敏度去度到咧。咁呢一个嘅即系粒子加速器中心咧，佢专系搵重嘢啊，佢搵轻嘢咧，我哋要重新设计另外一啲探测器嚟去做嘅。咁即系而家可以咁讲啦，总结啲嚟讲就系话。我哋可唔可以透过继续喺呢个粒子加速器入边揾到更加重、更加唔稳定嘅新粒子？又或者调翻转，可唔可以喺第二啲嘅装置度，喺第二啲嘅实验度揾到啲更加轻到嘅地步，就系轻到我哋一路唔识点度佢，但系原来佢根本系存在，而佢个质量又唔系零嘅嗰啲嘢，会唔会有嗰啲嘅存在咧？就由呢两路去揾吓。咁即系对于点样去揾到暗物质呢样嘢咧，咁我哋就拭目以待啦。咁我咧介绍呢一个嘅关于希格斯波式子衰变嗰个嘅实验嘅即系嘅资讯咧，就嚟到呢一度先。咁我哋下一次继续。